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0年6月12号就站9:01首播的是1208次哦，那个108次苗栗发车就用3000杠机用的盈利手一下是下面组用902全车哦，也又是900型年的108次苗栗发车就用3000杠机用的盈利手一下是下面组用900型902全车，在车站七堵站10号16:01七堵站10号，然后下面跟马站们都见不到，就帮我们看两个支持分，还蛮感动的对吧，我的108在汽油站停靠，然后一样老样子大夜嘛，所以就搭这一台完成今天拍摄哦，又拍108900三线拍往机了，好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，开启车门。